隔壁公司新来个小鲜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没见过，帅吗？当然了，又帅又可爱。真的，我要去看看。哎呦！哦，怎么搞的？女员工先把端茶倒水的分内事做做好，就知道搭讪帅哥。侯进来过分了吧？用得着上升到性别的问题吗？谁说女孩工作就是端茶倒水的？像你这样漂亮的可以当前台。算了算了，刚才是应该我道歉。应该他道歉、嗯、就是女孩的卑微态度才助长了这种直男癌的嚣张气焰。不服来打我呀，我有医保。你说的就让你尝尝女权主义的铁拳。哎呦哎呦、救命啊，马修救我。这是怎么了？马修你让开，你不是想帮他吧？看吧，刁蛮妇女暴力殴打善良男同事啦。我是在争取女性权利，制止性别歧视。都给我住手，成何体统？老板，他们两个歧视女员工。宋老板你看看，我们才是受害人。我们俩大男人被女孩打了，那也肯定是你们的错。明天开始你们要帮静静和美丽干活，以示惩罚。我们要维护女权。我忽然感觉被性别歧视了。侯金来，快把文件给熊老板送去啊。是是，快给我倒杯水来，我渴死了。马上马上啊，快送文件，快倒水。哦一个大男人连送文件倒水都干不好，要你何用？姑奶奶们，我知道错了，原谅我吧。马修，也给你个轻松的任务，买蛋糕去。这根本就不是维护女权，真正的权利应该是大家互相关爱，平等对待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在你心中也有爱了。当然有了，就像侯金来、熊老板、杨美丽一样。你这是干嘛？你说的是有点道理啊，我们也应该互相关爱嘛。好了，关爱完这下男女平等了。今天好满足啊。在这儿，响应市周边奖品扫微信二维码。